上，炊烟在新建的住房上飘荡，小河在美丽的村庄旁流淌。情的纺织姑娘坐在床头旁，发动了机器轰隆隆的响，举起了铁锤响叮当，造成了犁锄好生产，造成了枪炮送前方。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推出的大型综艺互动游戏类节目《幸福账单》，本节目是由王大山乳业独家冠名播出的。每天王大山，幸福很简单，幸福如此简单。今天可是我们《幸福账单》的五一劳动节专场哦。五一劳动节快乐！大家节日快乐！节日快乐！也是我们的各位评审，五一劳动节快乐！快乐啊！大家一起快乐！辛苦了各位。赶快就位吧，劳动来到劳动了，还得干活啊。哎，那这里倒想问问了，五一劳动节平时做什么？五一劳动节特别累腿。累腿。一到五一有几天假期，我媳妇就说了，老公咱们去青海湖骑行吧，幸福，咱们去登泰山吧。哎呀，累腿呀、啊、这个走啊，你看都瘦了，你们看见吗？没见瘦，越来越粗了。他累腿我累手啊。怎么讲？每年过五一劳动节，我在家就洗刷刷洗刷刷，家里的衣服被单锅碗瓢盆都是我来洗呀、啊，小手都泡白了。哎呀，哎，你呢？对呀、啊，你累什么？我累嘴、啊、你累嘴。一般五一劳动节，我都是在采访全国劳模，跟大家分享属于他们的幸福与快乐。那今天我们幸福账单也请来了各行各业的朋友，和他们一起来分享故事，好不好？好。还是那句话，幸福账单为你买单。让我们有请今天的第一位报账员。是加油站，青山绿水不是村庄，一路荆棘写满乡面，真诚飞扬着我的理想，马达欢唱着我的奉献，陪着星星走，围着太阳转，我的宝石花试一下。我叫杨如韵，我们都是来自中国石油四川销售公司海拔4200米世界第一高城理塘县加油站的加油员们，大家好。哇，4200米海拔，你看看这姑娘，这送哪个文工团里，这是组合吗？是这样的、在高原上呢，当地人都叫我们哥们儿，哥们儿的意思呢就是仙女的意思。哎呀，1234567啊，7000女儿，总有来吧，来了。在你们的加油站是姑娘们给就是客人加油，还是客人自助加油啊？在高原上自助加油机还没有那么的普及、我们基本上也是人工加油，人工操作比较多。怎么一个步骤呢？对，我们的加油呢有13个步骤。13个步骤也拍了一个小节目。好的，小节目，来。客户进站笑脸迎，快速伸手把车迎，双脚迈开跑起来，把车迎到加油台，欢迎光临来招呼，甜美微笑脸。
员工，规范牢记在心中，在心中，嗨。特别好，今天这几位姑娘来到这儿啊，听说还有一个小小的礼物哦，是不是可以给我们拿出来了？就是这个啊。因为那个时候特别容易困，含着棒棒糖尝的这份甜蜜和体贴，人就格外的精神。好贴心的小礼物，谢谢你们，谢谢。那今天姑娘们来到这儿是带了一张怎样的账单来的？我们带了一张5980元的制氧机的账单。制氧机？氧气还是有缺氧的情况是吗？我们今天其实是为我们的站经理扎西彭措来报销这张5980元的账单。他现在需要制氧机吗？扎西站长呢，坚守了高原20多年，由于长时间的高原工作，其实我们的扎西阿哥身体真的很不好，他有时候也会胸闷气短，有时候也会很不舒服，但他一直坚持着。我们今天来报这张账单呢，其实是想表达一下，虽然我们平时会惹他生气，但是其实我们真的很敬爱他。明白了，看得出来是发自内心的一份爱，对，和心疼。在那样恶劣的环境下，那就是一盏灯啊，是一个路标，更是一个生命的源泉，向所有坚守在岗位上的人们致敬。谢谢你们姑娘们。好，接下来我们就把舞台留给姑娘们吧，把你们的爱也献给大家，献给全国坚守岗位上的人，给大家都加油好吗？加油。60秒倒计时准备，3、2。这片美丽的土地，有他，有我，有你。乌云金色的阳光啊，欢聚在一起。在这欢乐的时刻，尽情歌。很漂亮，很通透。没错。再次确认一下，账单金额是5980元。5980元的制氧机，给老站长的。如果你挑战成功的话，就会获得由万达山安利酸奶粉所提供的幸福基金。万一还失败，可以获得由万达山牛初乳粉所提供的原生态营养礼盒，好吗？加油，步入挑战区。卢云听我的口令，3、2、1，开始。加油！别担心，没事的，可以跳了。好的，好的。要相信自己啊，杨多玉。好，好的。你看看，你来自4200米的高原，相信你的心肺功能一定特别强大。来吧。好，一气呵成啊，跟着节，跟着节奏走，不要他碰到你。好，好的，好的，哇哈，任务过半了，第3关了，落
运，唱你的。好的，好的。平台在动，你也要跟着一起走，不过要越过障碍物。我的天哪，鲁月啊呀！哎呀，太可惜了！本来以为他会把住，非常遗憾的宣布，健女组合的账单取消了。幸福账单，劳动最光荣，让我们欢迎下一组报账。唱起咱们的歌，心情会变快乐，看那树影飞过，挥些向往的生活。你好，你好，欢迎你。来认识一下。我叫陈艳红，来自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和林格尔县东家营乡麻黄戈登村。哦，您是做什么职业的呢？我是蜘蛛人。这身衣服，蜘蛛人呢？嗯，蜘蛛人。你那是蜘蛛侠。我不是蜘蛛侠。蜘蛛人，你看他这身打扮，咱们台就是定期不是要做清理吗？现在那么多高楼大厦。对。玻璃那个幕墙，幕墙的玻璃幕墙的，我的天哪，高啊，现在楼都盖那么高啊。你不害怕吗？你没有恐高症是吧？哎，一开始挺害怕，最后呢自己下定决心要让我的家人过得更好一些。嗯，就害怕那些都不去想它，不去想它，都无所谓。那你站那么高的地方你该怎么办？我从小就喜欢唱歌，当我害怕的时候我就唱歌。用歌声鼓励你。对，在那么长的地方。对，我觉得每一个梦想实现了，不是说中国梦，中国梦嘛，就是我们每一个中国人心中的梦想。对于这位普通的老哥来说，让家人过得更好一些。对，这是我更富裕一点。对对对，我就是在努力。嗯，我也要这样去做，何尝不是一个温暖的梦想。特别好，通过自己的劳动实现梦想。对、啊、劳动最光荣，劳动最光荣。做得好，做得好。来问一下，您带来一张怎样的账单？我想报一个，做一个那个现在的断桥那种的新式的床。断桥旅，断桥旅，断桥旅，断桥旅。多少钱啊？得6200元。来吧，舞台交给你。加油，好不好？谢谢。来，60秒倒计时准备，3、2。我非常激动，所有人问你呢，真的啊！哎，我觉得你刮风的时候是不是就哇就那样的？不，这玻璃就碎了，告诉你不行。哎呀，高手在民间，真是高手在民间。真的，今天这次啊五一劳动节专场给了我们太多的惊喜，对，真棒！再次确认一下账单金额是。6200元。6200元给家里换窗户的费用。换窗户。哎，好。接下来靠你的努力去实现自己的家庭梦想，好不好？好，来，加油，加油，加油！好的，然后听我的口令，3、2、1，开始。哇，看看多快！韩亮红，哇哈哈哈哈，他从那个中间过去的。
我千万不要着急，不要着急啊。稳住，别大意。你第一关过得太顺利了，所以说你要稳住才行。好的，好，稳住，掌握好节奏，没问题。好的，顺利完成两关，第三关在等着你，艳红。你看看，不愧是高空作业的哈。好，跨过去。滚滚滚呀！不能耐，我的天哪，他怎么挤过去的？你太厉害了！好，还有最后一个了，小心头了！哇哈！第四关来了，艳红，马上就成功了。前四关顺利完成啊，连气儿都没喘呢、啊！天哪，好，接下来我们还有第五关，身后就是第五关啊！三个圆柱形的平台和一个横杆，只要你越过三个圆柱形的平台，越过横杆，横杆不掉下来，你就挑战成功了。但是如果一旦横杆掉下来，或者中途你掉下来的话，就挑战失败了。好好想一想，到底要不要挑战这最后的第五关？我来的时候我老婆跟我说了，说啥了？说第五关尽量别闯。那最后你的选择是不挑战第五关了，那就高兴地宣布艳红的账单确认。耶、yeah! 好，艳红，最后来喊出我们节目的口号好不好？幸福账单为你买单，劳动最光荣，让我们欢迎下一组报账员。我爱这蓝色的海岸洋，你好，你好，谢谢，欢迎您，欢迎您，来认识一下，来，我是一名渔政工人，我来自辽宁省营口市，我的名字叫傅英，渔政啊，渔政，哎，好像是第一次有渔政这个行业的朋友来到我们的现场，是吗？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你能介绍一下？是做什么工作呀？我们呢是在海洋上，跟渔民兄弟打交道，嗯，然后呢，在国家规定的封海育苗的时期呢，我们在监督渔民兄弟，不要违规作业，不要现实的不要捕捞，明白？哎，你出海靠岸抛锚的时候，是不是有一些有意思的事情？靠岸抛锚呢，我们要把船靠到尽量靠到边，然后要抛这个锚绳啊，缆绳对，抛到那个岸边的桩子上啊，然后呢赶快把它固定住，我们就可以下船。好的，明白了，就是靠岸的时候抛锚也是个技术活、嗯、要不然咱们在这儿试一下行吗？可以啊，来吧，可以哈，可以，来上道具，来，风浪太大了，我们着急回家呀。 Jack Rose 在这儿呢。咱们现在就用这个弹簧模拟在海上风浪颠簸，是吧？真有点船上的感觉，摇摇晃晃的。来，好的，好，预备，开始。哦，漂亮！哎呀，这就套上了。我这个太小了，我这个。试试啊。是这样。
就这样啊，来来，预备。什么呀你这是，不行，那我觉得他这个应该同时唱一首歌一边套。套马的汉子你威武雄壮，套马的汉子你威武雄壮，飞驰的骏马像疾风一样。预备。你真是条汉子。真丢不起这人，真丢不起这人。哎，我跟你说，咱们仨一起套啊，一起啊，一起啊，来来来来，谁套不上谁丢不起的人啊。三二一。啊好，差一点点，来拿过来，来拿过来。这不就得了吗？不行，我一定要自己套上，你拿给我。谁套不上谁丢不起的人啊！谁套不上谁丢不起的人啊！好，来。这不就完了吗？不是、啊。好了。对不起，我不是海边长大的姑娘，所以给您丢人了。没有。哎，熟能生巧。对的。您今天带来一张怎样的账单？我想给父母买一台智能电视。多少钱？4000块钱。明白了，换一大的，交给您。嗯、好的，来吧，来，加油。60秒倒计时准备，三二。4000块钱的电视，4000块钱给爸爸妈妈买的电视。嗯，如果你挑战成功的话，就会获得万达山安利从奶粉所提供的幸福基金；万一遗憾失败，也可以获得由万达山牛初乳粉所提供的原生态营养礼盒。可以的。好吧，加油，好，带去，挑战去，加油。好，不一停的口令，3、2、1，开始。好了。我想对于你来说没什么难度吧，啊，跟船上的感觉是不是差不多？好的，第一关过去了，来到第二关。关只要掌握好节奏就可以。小心，
你该 sexy。 我不要碰的那个啊，很转动的。好的，躲过障碍物。好，跨过去没问题。还有一个任务过半了啊，注意。哈哈哈，好，还有最后两个了啊，加油。跳过去，好的，最后一关的婚姻，一气呵成，来吧，胜利就在眼前。 Everybody was kung fu。非常遗憾的宣布，傅莹的账单取消。劳动最光荣，让我们欢迎下一组报账人。我里边满满热爱和平，这里的人们智慧勤劳，生活把幸福创造。谢谢，谢谢，欢迎你。来认识一下这位小妹妹。嗨，大家好，我叫郭涵，来自辽宁锦州，现在是锦州市总工会职工会馆的一名前台。我们这个工作主要是为锦州市的劳动模范和各行各业的职工来提供一个健身娱乐休闲的场所。那作为前台跟大家交流，对，是必不可少的。关键怎么跟大家交流？我都会用歌声来回答他们。上，真的？对，老乡。好。哎，你好。哎，你好。我今天先打打乒乓球，锻炼锻炼啊。可以，那个您是自己来的还是有伙伴跟你一起玩？我自己来的，我自己跟自己打。我照着墙打，啪啪啪。有请他呀，有请他呀。对面的女孩，对面的女孩，对面的女孩。哎呀，没伙伴啊，就自己来的，你说怎么练呢？那个您可以去那里面找好多高手，可以邀请一个陪你玩。哎，你跟我不就行了吗？我呀。对面的女孩，看过来，看过来，看过来。女孩的心思，男孩你别猜，你猜来猜去也猜不明白。我为什么要陪你打一局？如果是这样，谁来做接待？也是这个理儿啊，那我自个儿去了。我照着墙打。马大爷您歇会儿吧，歇会儿吧，歇会儿吧。哎，你喜欢什么运动？也可以去前台问吗？我健身啊。来吧。那个小姑娘你好啊。你好。我跟咱这健身也一年了。嗯，对，你看我这是老顾客。是啊，你看我这咱这健身器材不行啊，你这练了一年，我你看胸肌都塌到这儿了，我这腹肌都进位了，你知道吧？都没了。那你想知道这是为什么？对呀、啊，为什么呀？你要问我这是为什么，让我来告诉你，半年来一次怎会减下去，最后连门你都出不去。姑娘啊，你这词儿编得太准确了，让他继续见下去，继续见下去，就这么见下去。你的最贴切。我去见会儿，你们聊啊。回来回来回来，这位小妹妹带来一张怎样的账单？今天。我带来账单是给妈妈的体检卡，一共1500元啊。来，舞台交给你。
60秒倒计时准备，三、二。账单金额是1500元，给妈妈的体检卡，体检卡1500元。好吗？加油了，谢谢，来加油，我们上奖区。郭涵听我的口令，三、二、一，开始。哇！虽然说你身材娇小，但是你也有优势啊，你灵巧，你灵巧，对不对？好，好的，最低的时候再跳，对，没错，哎，你很聪明啊，好，越过来，就这样，好的，好，跳过去，第一关就通过了。哇哈！呀！天哪！这么顺利吗？哇哇！你好棒啊，郭涵！顺利的来到了第三关。好，好，稳住。不要让他碰在，哎，不要让他碰在，哎，对，小心，哇，蹲下，蹲下，快速的掉下，对对对，快速的掉下，对对对，小心后面，小心，小心后面，小心，小心，后面的，后面的。后面的啊，就差了一点儿，他没有及时站起来啊，非常遗憾的宣布，郭涵的账单取消。幸福账单为你买单。本节目是由玩达山乳业独家冠名播出的，每天玩达山，幸福很简单。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下一组报账人。两个人的影子在同一个天地，拥有一样的回忆，心想着你，眼看着你，就像贴近自己，哦，傻的笑的就好像你，像你一样甜蜜。哇，谢谢，你好，欢迎你来。你一看着他我就饿呢。还认识一下。介绍一下。大家好，我的名字叫做甄瑞健，我来自南京，今年25岁了，我是一名在面包房里面工作的人。啊，面包房，面包，对的，糕点师，不是糕点师，是面包整形师。这媒体，哎，
只听说过面包烘焙师，对，整形是什么意思？因为一开始的时候，面包它不是面包，是一块面团，然后我们需要通过我们把这个面团变成面包的一个形状。你知道我最爱吃面包了，是吗？我是见到两种东西没有任何抵抗力的人，一个是饺子，还一面包，还有一烤鸭。说那么多，北京孩子明白没有？说这么多，面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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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从来没有看到过橱窗内的情景啊，一般我们看到的都已经是成型的摆上柜台的，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样子，让我们看看好不好？怎么啊，你做的吗？对啊，我能吃吗？可以的，我们雅致，可以先尝一尝，分跟我们分一点。入口是怎样的？完美，完美，完美。有些面包真的是形状漂亮，我们就会食欲大增。对啊，怎么样把它变成让人有食欲的一个状态？对，你干着，我吃着，好吗？可以。要不这样吧，我们俩一起去做一个比较新奇点的形状，好不好？太好了。首先要把这个面团给搓软了。那个慢点做，没事哈，这还有呢，吃一会儿呢。好，啊，然后呢？软了之后，我们把它对折。不要理我们。我的老鼠也出来了，完美！看，哎，完美完美，这老鼠特别可爱。这个要是给孩子吃的话，不是，等一会儿，啊，咱转过来，转过来。为什么人？你为什么像个？这是个猪啊，是个蟾蜍啊，这蛤蟆。怎么呀？是一个吃肥了的老鼠。哎呦！但是在你们做老鼠的这个过程当中，是我今天这个整个录制过程当中最幸福的时候。很少有人。那个放下，放下，我的，开始干活，干活，干活。您说。不开玩笑了。今天我们的烘焙师那么年轻来到这里，报一张怎样的账单？其实我之前给自己买了一台电脑，一台新电脑，然后今天我就想把那台电脑的钱给报了。多少钱？你那个？是3199元。3199元。对，我们这就撤下去了，我们好吗？我们啊，对，忙活会儿，然后您跟这儿忙活会儿，好吧？好的，好的。60秒倒计时，准备，3、2。洁白的婚纱，手捧着鲜花，美丽的像童话。想起那年初夏，我为你牵挂，在一起就犯傻，丘比特轻轻飞过月光下，潘多拉他听到了回答，礼堂钟声在敲打幸福的密码。 Oh my love， 咱们结婚吧，好想和你拥有一个家，这一生最美的梦啊，有你陪伴我同闯天涯。 Oh my love。你的账单金额是3199元的电脑，3199元的电脑。如果你挑战成功的话，就会获得由万达山安利村奶粉所提供的幸福基金，万一还失败，可以获得由万达山牛初粉所提供的原生态营养礼盒。好，谢谢，加油，加油吧，加油，加油。真锐剑，听我的口令，3、2、1，开始。
加油！瑞健，哇！你这个装扮倒是挺专业的哈、啊，一身运动服啊！哎呀，小俊，好，到底是个子高啊，没问题，第二关。首先要上去，对，跟着节奏走。哇，很好，不错，好的，最后一下，哇哈，好的，好的，高低错落，迈过去，哎呀呀呀！我左右，哎呀，好悬的。还有最后的两个，今晚真是够幸运的，幸运女神眷顾了你，应该是这么说。那接下来想不想幸运女神再眷顾你一次呢？也就是第五关，你要不要挑战呢？知足吧。就不挑战第五关了，对，咱们知足常乐，对，好的，那就高兴地宣布瑞健的账单确认，耶、yeah ！来吧，瑞健，最后来喊出我们节目的口号，好不好？好的，幸福账单为您买单，劳动最光荣，让我们欢迎下一组报账人。树上的鸟儿成双对，露水溪上。这是，哎呀，我能摸一下吗？这是你刚画上去的吗？来来，摸一个，来来摸一个，来来摸一个。来认识一下这两口子，可爱。大家好，我来自山东省高密市，我是高密小土豆马小雷。大家好，我也来自山东省高密市，我是高密小辣椒张小米。哎呀，你叫土豆，小土豆。哎呀，你好。你好，我姓马，我小名叫马铃薯。哎、马铃薯，来了一个姓。今天来到幸福账单的舞台，我给三位主持人带来了我种的天然无公害土豆。对，还有我种的辣椒。这个特别漂亮。这么大的土豆，这土豆、啊，这个最好的是送给你的。太好了，然后这个最直溜的是送给严哥、哎，好，还有一个最大，巨无霸最大的送给萱姐，好不好？我的天哪，这够我们家吃好几顿的。
小辣椒，对，他也在里面。佳丽，哎呀，这装的真漂亮。正好这我俩组合，辣椒炒土豆，今晚回去你们炒了吧。这就是一盘菜呀。我觉得你不仅那个就是种辣种土豆，你看看，让大家伙看看，最重要一点，长得像土豆，是不是这意思？对对对，我也胖乎乎的。你的意思，你长得像辣椒呗？辣椒是不是漂亮？辣椒很辣，这个劲漂亮，真挺辣椒的，麻辣那个劲儿，对，特别劲儿挺像的。它不单是辣，知道吧？啊，它是山椒。我在家就没有地方。刚才我听马哥说，在家什么洗衣服、拖地、换尿布，咱俩命运是一样的。哎呦我的妈呀！咱听马的命怎么这么难苦呢？严哥，您在家这个地位怎么样？我那你看得出来，那说一波。谁说一波啊？我媳妇儿，那你说说。你在家都怎么没地位了呢？我在家受压迫，我特地编了一首歌来发泄我的情绪。毛然哥，来吧。每天早上10:30，我起床早早做好饭，收拾好菜摊，准备把鸡干。我的菜摊里面主要是卖大酱和地蛋，我的生活真的很茫然啊，生活这么难，老婆更让我为难。他的脾气不好，总是拿我当他的排气扇，不是叫拍就是用手扇。哎呀，这首歌唱出你的心声是吧？对对对，但是我反对，天天都过劳动节。Yeah. 我反对，是真的吗？反对你，我反对。压迫我来这儿还想压迫我？哎，你好啊，你编歌这样损我啊？怎么损你了？我就这样，我生活就这样。你知道我为什么哈？因为他每次去卖土豆，我卖完之后那个钱从来不是如数的给我。哎呀，虽然说家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但是我觉得在你们家中真的太快乐了。嗯，闹着笑着，这一辈子幸福着。对，这就是你们俩的生活。今天报一张怎样的账单？因为我在家收土豆的时候特别累，所以我想报一台土豆收割机。多少钱啊？土豆收割机？也不贵，多少钱？8000多块钱。8000多少？8999。8999元的土豆收割机。来吧，再交给你们。60秒倒计时准备，3、2。走过了春和秋，走在阳光路上，花儿用笑脸告诉我，天空好晴朗。多少追梦的身影，奔跑着勇敢希望，一路同行的好的，来再次确认一下账单金额，8999，8999元土豆收割机。土豆加油，辣椒停留，加油了，加油，挑战区。好的，小队球队统领，3、2、1，开始。看你的了啊！哦，选择哪条路呢？好，好加油！
不要过前不过后啊。为你骄傲啊，刚才你老公土豆啊特别冲动，想要挑战第五关呢、啊、账单想翻倍呀、啊、你知道吗？但是我好像老婆的想法要稳一点，对对对，是不是、啊、那你们小两口商量一下。好了，最终小两口的决定是不挑战第五关了。不挑了。好了，那就高兴的宣布，小辣椒炒土豆组合的账单确认了。好，最后喊出我们节目的口号：幸福账单为你买单。劳动最光荣，让我们欢迎下一组报道。坐上了高铁去北京。实现我的青春梦，青春的北京多激情，像高铁正在复兴路前行。欢迎你，来来来，介绍一下。大家好，我叫王峰，来自辽宁锦州，是一名普通的铁路工人。你是在高铁工作？不，我是在车站。哦，在车站。对，哦、在车站。具体做什么的？对，也就是说我的工种是什么呢？在站台上每天接发列车进站出站。哦，好关键啊，这个工作。我其实觉得车站是一个特别特殊的地方。嗯，没错。有多少离别，有多少相聚，都在那一刻。嗯。迸发出最强烈的那种情感。是的，我相信你每天也会看见这种情景，看得特别多。你跟我们说几个让你印象比较深刻的场面好吗？那我就麻烦三位主持人，咱们现场配合一下，做一个小的情景好吗？我们就是乘客了，对吧？对对对，你说什么我们就得做出什么呀。你要走了，能不走吗？能不走吗？那车来了，我车开了。同志，请您马上登车，我们的列车就要开车了。等一会儿，你等一会儿，我俩还有很多话没说完。火车不等人。哎，同志，火车就要开车了。一分一句话，火车不等人的，同志。一句话。
同志，马上就要开车了，马上就要开车了。走吧，想着我啊，想着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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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车子越走越远，我的心一片凌乱凌乱。我们一起上车，真的非常好。经常会有情侣的，兄弟不会是母子了吧？您猜对了。钟子吉，多喝水啊，乖。阿姨，要珍惜身体。我知道了。我会好好念书的。阿姨，我们的火车就要开车了，请您注意安全，好吗？别吵架了啊，好好的，您放心。放心啊，你把是脸贴过来。阿姨，请您注意安全，我们的列车就要开车了。我到那给你打电话，我给你打电话。啊，你要好好小心自己啊。再见了，保重身体。宝贝，再见啊。现在火车开了，火车开了，火车开了。啊。就快哭了，就这个时候就会想起，真的。其实这个情景是每年在春运期间看见特别多的。嗯，无论如何，嗯，希望这个站台还是给我们一些多一些温暖的记忆。是的，是的。其实刚才这种情景呢，我也是希望咱们让大家感受一下这种温暖。好。今天带来一张怎样的账单？我今天的账单呢是4800元双开门的大冰箱，多存点粮食啊！对对对对对，好了，来，舞台交给你，60秒倒计时准备，3、2。肩并肩，何处不能欢乐无限？抛开烦恼，勇敢的大步向前，我就站在舞台中间。我相信我就是我，我相信明天，我相信青春没有地平线。在日落的海面，在热闹的大街，都是我心中最美的乐园。我相信自由自在，我相信希望，我相信伸手就能碰到天。有你在我身边，让生活更新鲜，每一刻都精彩万分，爱自奋力。哇，好有范儿啊！最后，嗯，哇，好。冰箱多少钱来着？4800。4800元的冰箱。哎，好，如果挑战成功的话，就会获得万达山安利通奶粉所提供的幸福基金，万一遗憾失败，可以获得由万达山牛初乳粉所提供的原生态营养礼盒。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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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王峰，接下来看你的挑战了，听我的口令，3、2、1，开始吧。王峰，我特别为我们的道具担心。他能不能承受你的体重？你的账单还是冰箱？好，不错。老婆，你有身高，记住，你有身高，你不怕的啊，没事儿，一点一点来，哎，不着急。我买，哎，对，好的，哎，可以。在最低的时候卖过去，对的。哎，怎么又下来了？快对，快君子吧。好呀，急的下来。好，第一关过了。好了，第二关。不要犹豫，小心后边，小心后边。
不要只顾着前面。对的。哎呀妈呀！哎，居然他没有被碰掉哎，是体重帮了他的忙。哇哈！哎呀，那个胖子好几下，就让你没掉下来。好，稳住，迈过去，不错。好了，非常遗憾的宣布，王芳的账单取消。劳动最光荣，让我们欢迎下一组报账的。哇，好酷啊，又酷又帅，就是有点凉，就有点冷是吧？来认识一下。认识一下。大家好，我们是来自于浙江德清桃花庄的桃花庄奶粉。我们呢是来自于同一家服装企业，那我们这里呢有车工、样衣工，还有打板工，各种工种。知道要见到老朋友，还有严哥跟迅哥。严哥跟迅哥。特意准备了一些土特产，桃花庄的特产。来吧，上土特产。这就是你们自己做的衣服吗？对，我们自己做的。做的 T 恤衫是吗？对对对，找亮点，找亮点。哇塞！哎呀，春风！哎呀，峭壁高岩，峭壁高岩！哇，奇迹一跃！奇迹一跃！哎呦，真棒！你设计的哈？对，他设计的，我们迅如春风。嗯，这些都是其实都是有出处的，这些都是有出处的。怎么讲？讲讲讲讲。这个是一首诗里的全文是"迅如春风驰马归"，我选了上面四个字。奇迹一跃呢，是出自《荀子·劝学》的里的一个古句。这个峭壁高岩本来是高岩峭壁，但是为了美观，把这个字调到最后边。这个是沈括的《梦溪笔谈》里的。哇，这个都是有出处的。哎呀。有文化内涵在里边啊！什么叫新时代的工人？嗯，我们一线的职工并不是服装好看，服装新，关键是我们有思想，有外都有料，真棒！来，问一下我们的账单是什么？工作之余呢，我们就是会很多跳舞还有舞蹈。嗯，就在想我们请可不可以请专业的老师或者专业的团队帮我们做一部舞剧？但是我们就是平时什么剧？舞剧。好的。那必须得先过这一关，好吧？看看你们是不是有足够的艺术天分去做一部舞剧。舞剧，来，好的，有请，加油！60秒倒计时准备，3、2。我再次要确认一下账单金额了，多少钱？是20000元的舞剧制作费用。20000元的舞剧制作费用，加油啦！
来吧，来，加油不如挑战去。好，对方听我的口令，三二一，开始。好，我的天哪，不仅长相都是您，身手也特别像啊，我的天哪，好，哎呀哎呀哎呀，双脚起跳，弹跳力惊人呐，来吧第二关了。哇，这个兄弟手长腿长啊，特别适合挑战。哇哈，特轻松，来第三关。好了，任务完成一半了啊，别着急，稳扎稳打。我的妈呀，你想干啥呀，我的天，哎呀，他变成这样，哎呦，吓我一跳啊你，来吧，大家都在给你加油呢。最后一个可以跳了，哇哈，来吧，最后一关，2万块钱的舞剧制作费基本已经拿到手了，我们有第五关。我反对。所以说你们的最后的讨论结果是不挑战第五关。好，那我们就高兴地宣布桃花庄男团的账单确认。好，来一起喊出我们节目口号啊，幸福账单为你买单，幸福账单劳动最光荣，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报账人。当林中传来姑姑的歌声，哎，那是母亲告诉你春播春播，当秋风吹过金色的田野，哎，那是父亲催促你收割收割，哦呀嘿，谢谢大家好，我是姚冬青，来自山东省济宁市泗水县。我现在是一名退伍女兵。退伍了。现在在做什么？在家里面，然后洗手机照片。洗手机照片。洗手机照片。对。今天我来的有一个心愿，就是想跟你们合个影，然后洗出来吗？对，立刻洗出来，对，真的，洗出来，我们现在就拍好不好？好好，现在就拍，请上道具。来，我拿。让马哥，让马哥。让马哥。人家说让我拿，对，让我拿，让我拿。行，你手长，你手长，拍一下，拎到头，拎到头。往上一点。来，把我们评委也拍上去。来，一二三，简直完美。然后我现在洗出来啊！我现在就能洗啊！唱个歌就出来了。芦花儿白，芦花儿美，花絮满天飞。大雁成行，人双对。相思花为美，谢谢，照片取到了。哎呦，一段就出来了，好快哦！包括我们后面的各位
哎，这样吧，我们拍一张吧。来啊，一二三，再来啊。真好，好，好，谢谢。我特想知道这多少钱？这个正是我报的账单。账单是吧？我答对了。多少钱？我的账单1859元。1859元。也希望我们所有的退伍军人都能找到自己喜欢的、适合的职业。好的，谢谢。把舞台交给你，好吗？好，加油！加油！60秒，倒计时准备，三、二。听吧，心中城号角吹响，强劲目标召唤在前方。我要强，我们就要担当，战旗上写满铁血荣光。将士们听那指挥，能把胜仗做好有了，不惧强敌敢交。账单金额是1859元的照片打印机。对，照片打印机1859元。对，有零有整，加油好不好？好，加油加油，谢谢，挑战区努力的。好，恭喜听我的口令，三二一，开始。加油加油加油，我很顺利，我很顺利。哇，当兵的时候看来训练得很艰苦啊，啊，现在这么容易吗？好的，第二关。来吧。哇哈哇哈，好的好的，第三关。好，小心它是个转动的啊。好，不要轻敌。小心它是个转动的啊。好，不要轻敌。我刚说不要轻敌，不要轻敌啊，太大意了你，本来可以的。非常遗憾的宣布，姚冬青的账单取消。最光荣，爱劳动的人最可爱，是劳动点亮了我们的生活，让一切都井然有序，尽善尽美。没错，每个人都在自己看似平凡的岗位上做着不平凡的事。看完我们这一期的劳动节的专题，您是不是也想分享您自己的故事，报销属于您的账单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您希望获得更多的央视综艺动态资讯，别忘了可以关注我们的新浪官方微博爱央视综艺，就可以和我们的现场进行互动了。在此我们要再次祝愿所有可爱的劳动者们节日快乐。还是那句话，幸福账单为你买单。下期再见。幸福账单母亲节专场。听妈妈的话，儿子爱你。来，妈妈节日快乐。